大家好，我是国立台中科技大学企业管理系林怡馨老师。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是消费者行为第十讲文化。在这个讲次里面呢，主要有三个单元主题，第一个是文化与其特性，第二个是文化与消费，第三个是世代文化。首先呢，跟各位同学介绍第一个单元文化与其特性。我们都知道呢，文化是一套共同的价值观，还有观念、仪式和风俗习惯与行为等标准。那呢，是社会影响一个人行为最重要的方式之一。那文化呢，也可以被形容为人类活动的蓝图，它决定了社会行动以及生产活动。但文化呢，也会透过语言还有其他方式传播给特定的社会中成员。那我们都知道呢，在课本上，各位同学可以参考课本的图十之一，影响文化的因素与文化影响的影响。那首先我们来看到，影响文化的因素可能包含民族、种族、宗教、区域与国家认同。那我们都知道呢，现在是一个多元种族融合的一个环境哦，所以呢，光是在一个小小的国家里面，可能有不同国家的成员，还有不同的种族，还有不同的宗教。那呢，过去一直以来哦，我们世界上发生过很多次宗教战争，它都来自于很多的不同的这些文化的宗教因素，大家产生了一些误解，所以可能因而引发了一些战争。那由于这些因素去影响文化，所以呢，它之后就会去影响文化产生的一些行为。例如，我们都知道文化会影响到所谓的抽象的行为的方式，例如价值观、规范、仪式，还有象征的符号。那文化呢，也会去影响到一些实质的、物质的，包含文物、技术，还有一些基础建设。好，同学请看 VCR。橱窗里富有原名特色的项链，全都是由贝壳连接在一起，还有做工细致的模型船、甲板、船帆都相当逼真。这些都是十七世纪南岛羽族在印尼群岛生活的文物器具。我们其实会挑选出三个不同的女性，是代表的是过去、现在、未来的一个概念。那这些女性都真的是曾经发生在世界南岛不同的岛屿上的真实的故事。这是由文化部和台湾史前博物馆主办的从台湾看南岛世界展览，不只把大洋洲的文化展出，还有融入大航海时代荷兰东印度公司贸易版图扩张时的历史，把当时的相关文物精选出49件公开展示，其中更有14件是首度亮相。其实台湾并不是孤立的一个岛屿，如果说我们要向跟全世界去接触的话，我们必须要更了解对方的文化。这个南岛文物展会一直展到6月底，对南岛历史有兴趣的民众可以把握机会参观。那我们从台湾呢来看一些南岛世界哦，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对于南岛文化的认识呢，我们可以探讨到一些多元文化的一些影响。所以呢，其实在小小一个台湾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世界多样的面貌。那这个就是一些文化的一些影响，还有呢被影响文化的因素。那我们都知道，虽然造成文化的因素差异很大，但是学者呢提出文化具有下面6个共通性。第一个呢，是文化具有后天性，文化是经由后天学习而来的，而非与生俱来。例如呢，我们知道肚子饿了需要吃东西，是生理上面的一个本能的反应，但是呢，用餐的习惯可能因为文化的学习而产生了差异。就像我们华人认为，吃东西的时候呢，发出声音是不礼貌的行为，但是啊，在日本人认为啊，你吃拉面的时候呢，如果没有发出那个吸拉面的那种声响，就代表拉面不好吃，反而是对那些煮拉面的人是一个不礼貌的行为。这就是一个差异性。那西方人呢，喜欢在用餐前喝汤，但是我们东方人却偏好在用餐的最后才喝汤。可是呢，经由西餐礼仪的一个学习，慢慢的我们东方人也学习到这个餐前喝汤其实有一些好处的，但它可能让你有饱足感，后面就不会吃得那么饱了。好，第二个呢是文化具有共享性。
在相同文化下的人类呢，可能会拥有相近的一个价值观，还有一些信念，还有生活方式。那即使呢文化具有共享性，但是因为学习这样的文化可以使生活更有效率而且融入，所以呢西方国家对于那些耶诞节的庆祝啊，还有华人对于十二生肖的一个重视啊，其实慢慢的全世界的人都对这样子的一些概念跟文化呢，享有这些文化带来一些价值跟改变。所以呢我们也庆祝耶诞节，西方国家也在开始庆祝我们的华人的一个这个中国的一个春节哦。好，第三个，文化具有约束性。由于文化隐含着某些规范跟行为的准则，所以它可以避免一些偏差行为的产生。因此呢，在这样子的文化下的一个成员呢，具有某些约束性。例如我们中国人对于五伦之中的一个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一个关系的重视，因而产生了所谓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样子的一个行为规范。好，第四个呢，文化具有协调性。文化是一种人类对环境的应变，所以在环境改变的时候呢，文化也会随之产生一些对应的变化。例如台湾在日治时期呢，受到日本文化深远的影响，后来也由于这个电视电影媒体的兴起啊，这个欧美文化开始冲击着这个婴儿潮世代。那近年来呢，因为很多外籍移工还有新住民的迁入，所以呢东南亚饮食文化也开始影响着台湾的饮食。所以我们在台湾可以吃遍大概全世界所有你想象得到的一些餐饮哦，那这就是文化具有适应性。那引入台湾之后，我们经过我们的一些调制，又符合这个台湾人的口味，所以呢经常我们在台湾吃到的一些外国的异国料理反而觉得比在国外吃还好吃哦。好，那第五个是文化具有普及性。由于文化经常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人，因此呢多数人无时无刻在日常生活中被影响着而毫不自觉，所以当文化的规范被打破的时候，才发现啊文化深深的影响着。例如过去呢我们中国人都有那种入土为安的一个殡葬文化，但是呢现在环保意识的兴起啊，所以慢慢很多的人都开始接受这种所谓的树葬啊、海葬这样子的观念，也慢慢的被接受着了。好，第六个就是文化具有层级性。在大群体的文化之下呢，通常会包含着一些许多小小族群的一些次文化，因而使得这些文化具有一些层级性哦。那我们台湾社会下呢，也存在着一些例如婚礼的时候要送饼的文化，但是这样的文化可能北中南会有不同的差异。所以我们知道啊，一般而言哦，南部偏好所谓的传统的那种大饼哦，就是比较咸式的大饼，但是北部呢可能是以西式的喜饼为主哦。那所以这就是文化具有层级性。好，接下来呢跟各位同学介绍的是第二个单元，文化与消费。好，我们看到呢文化对于消费的影响呢，不仅在于产品与服务的描述方式，那也在于所谓的这个符号的表现。那它也会影响产品与服务消费的方式，特别是文化对于产品与服务在消费时的一个仪式的角色。通常呢，产品与服务的文化意义是以符号的形式出现了，所以经常呢，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或服务的时候呢，并非依据它的实用性。很可能你是为了它那些符号的意义哦。例如过去我们曾经提及过所谓万宝龙的名表，它其实就是个白色六角星的符号，那代表着这个瑞士啊白朗峰上面那个积雪，所以也是它高品质的象征。那学者就提出哦，五个可以反映文化价值的产品和服务的符号角色，包含下面。例如产品和服务是沟通社会地位的一个手段，透过产品呢，可以传达消费者在社会阶层中的身份跟地位。例如那些高价的奢华品牌，双 B 跑车、LV、爱马仕，这些名牌呢，都是可以正确传达出消费者的身份跟地位的象征。第二个就是产品和服务是自我表达的一个手段，它可以反映出消费者最重视的一个价值。例如大家很熟悉的无印良品 MUJI， 它创立的时候就是以没有名字的一个优良商品为主要诉求，用来传达它产品注重一些朴实啊、简洁、环保以及以人为本的一个品质理念。那再来就是产品和服务是分享经验的手段，
它可以提供经验分享的一个基础。所以呢，我们在社交场合中的一些食物或饮料啊，或者我们送给朋友的一个花束礼物等，都是由于它产品具有一些符号的角色，所以可以界定某些场合的一个活动本质。那例如我们都看到啊，很多的这个碳酸饮料啊，例如可口可乐啊、黑松沙士啊，它可能是朋友聚餐时最应景的一个饮料。那这个男性朋友最喜欢的这所谓海尼根啤酒呢，它也透过广告来传达，这是男性聚会时不可或缺的一个饮料。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经验分享的一个手段。那再来就是产品和服务是享乐的哦，它具有一些这个美学和感官的特质，它可以带给消费者一些愉悦的一些感觉哦，例如为消费者的外貌加分的那些珠宝啊、香水啊、服装啊、配件等这些商品，还有巧克力，还有冰淇淋，都是让消费者食用的时候有超级愉快感觉的食物。还有迪士尼的相关影音产品呢，它可以带给很多的消费者一些多重感官的享受，而且是从年轻小朋友到这个年长者都可以感受得到的。好，再来最后一个是产品及服务是体验的，它提供消费者过去的经验，例如订婚戒指，例如怀旧商品，例如一些唱片、相片、相簿等，都能够引起消费者对过去的一个回忆。那我们请看 VCR。走进百年干妈店，两边古式快木橱窗放着酱油泡面，抬起头，梁柱上还挂着一包包干粮杂货，有豆皮，有木耳。这里卖的不只是方便，还有浓厚的人情味。甜梅啊，对呀，就简单欠一下。翻着一页页便条纸，明细金额清清楚楚。干妈店的赊账服务是店内特色，里头的老奶奶是第二代接班人，高龄94岁。但算起账来一点都不含糊。这35、75，这几个。105。不止老奶奶是镇店之宝，看看这两块招牌，一个大大的酒字，另一个写着烟草，上头的漆逐渐斑驳，历史也将近70年。来到这里的客人想念的就是这种怀旧的味道。因为他的东西也很便宜啊，而且他又很有人情味啊，所以古早味，所以大家喜欢来这边跟他买东西。这间百年干妈店对面就是连锁便利超商，但他们一点都不怕受影响，因为老板说干妈店有的人情味可是现在超商体验不到的。专卖这个人情味的这个百年干妈店嘛，什么都有，因为他卖的就是消费者很重要的过去的回忆。对，那例如呢，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乐高 LEGO， 它推出许多成年人版的一个高复杂的产品，它让乐高呢不再只是童年的回忆，那让大人也可以把小时候玩乐高的一个经验延伸到成年以后或未来的子女身上，那这就是体验。好，那仪式是什么呢？仪式呢是一个固定顺序而且重复出现的象征性意义，包含例如生日、婚礼、毕业、年节、升迁、退休等。哦，那这些仪式有些是由于文化的学习或传承而来的，例如我们年节要送礼，例如我们结婚要包礼金等。但是哦，有越来越多的是经由行销人员的操作来让消费者慢慢形成一个仪式而产生的消费行为，例如情人节送礼，过去都是以西洋情人节为主，现在呢不但是这个日本的3月14号白色情人节，或者是我们中国的七夕情人节都要送礼哦。所以呢，请看 VCR。花束、马卡龙、棉花糖，白色情人节送什么才能正确表达心意？祝你白色情人节快乐！谢谢。如果当你收到的礼物是巧克力或是糖果，你可要高兴了，因为代表对方对你有意思。收到巧克力或糖果可得开心，因为这代表是我接受或是我愿意。另外，色彩缤纷的马卡龙代表你们处于暧昧氛围，可以继续用心培养。有业者主推马卡龙珠宝盒，同样也能打动女孩芳心。如果情人节收到甜滋滋的棉花糖，可别太高兴，代表他发好人卡给你。以棉花糖当回礼，在日本的解释代表我讨厌你，可别送错了。另外还有像是饼干，代表做朋友；派则代表无止境的爱。把面团揉成爱心状，涂上白酱，撒上起司，放进烤炉，做成白色情人披萨。业者煞费苦心为白色情人创造商机。不过根据统计，女生最想收到的食物前3名分别是蛋糕、巧克力，再来是限定甜食。尽管礼物有定义，还是对方喜欢才有意义。3月14，白色情人节。
回礼有学问哦，各位。当你收到这些产品的时候啊，记得到底是对方喜欢你，还是你接到了好人卡，可能你要注意看看 VC 啊。好，那典型的仪式呢，包含了所谓的象征物、仪式脚本、扮演角色，还有观众四个因素。那以行销的角度来看呢，它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增强它的意涵，还有商品及服务。例如情人节的时候送的一些花束或巧克力啊，然后呢结婚时需要一些结婚钻戒啊、蜜月旅行等。那象征物呢，指的是有效的一个商品，例如呢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吃月饼，都是经由风俗习惯形成的。但是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像刚刚提到的那些情人节送礼的象征物呢，是由行销人员塑造出来的。那接下来我们看到所谓的仪式跟脚本啊，那仪式有跟脚本，它是用来描述仪式象征物的一个相关事宜，包含仪式的象征物到底是谁来使用啊，如何使用和使用的顺序是什么。例如在生日宴会当中啊，我们一般会先唱生日快乐歌，请寿星许愿，许完愿之后呢再来切蛋糕，这个就是一个顺序。好，扮演的角色呢，指的是在仪式中每个参与者的功能跟任务。例如在婚礼里面有新郎、新娘、伴郎、伴娘、主婚人等角色，毕业典礼的时候会有师长、毕业生和在校生代表等。好，观众指的是哪些呢？指的是参与其中但还有不参与其中的个人。例如你可能去参加婚宴哦，那可能时候你可能没有时间去参加婚宴，但是我们现在可以透过很多直播的管道，所以呢让这个观看这个仪式的人就更多了，所以观众变得会更为多元。好，那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消费者常常见到的仪式，包含下面穿戴仪式。穿戴仪式指的是一个人如何从私下的个人转变为公共自我的一连串行为。它的目的呢，是建立面对外界时所拥有的一个自信心。所以啊，通常我们女性朋友，对不对？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化个妆，对不对？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然后来建立自己在职场上面的一些专业形象。那送礼仪式是指的消费者在购买理想商品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透过包装之后，然后来送给这些收礼者。那通常被视为一个交换的仪式哦，所以呢，送礼者会借由实质的礼品来表达他的感谢。那收礼的人因为收了这个礼之后呢，可能会欠对方一个人情，因此送礼仪式呢，经常包含着某种的社会的表达。那假日仪式呢，它可能指的是消费者他脱离日常生活进行一些民族啊文化节日仪式啊，例如我们在耶诞节的时候要共享耶诞大餐，然后清明节要扫墓，中元节要做普渡等哦。好，那拥有仪式呢，是一个人用以宣称展示跟保护他拥有物的一个行动，例如呢我们买新房子的时候有一个新屋入厝的仪式。那清除仪式呢，是个人用来清除原本拥有物的一个行动哦。例如你的手机、你的电脑不用的时候，你可能会进行所谓的格式化 format 这个动作哦，那来做一个跟这样子的一个产品一个关系、一个终止跟结束的一个动作，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清除仪式。最后呢，我们跟同学介绍的是所谓的世代文化。那世代文化呢，它指的是由于呢，我们都知道消费者的文化跟价值观啊，是透过他早期的生活经验所累积而成的，因而不同的成长背景呢，会影响着消费者未来的消费方式。那所以透过所谓的世代分析啊，它可以用来分析一群人的行为或者是他态度的改变，而这样的改变呢，起因于你个人的成长过程的一些特定事件，例如过去的经济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恐怖攻击，还有像现在很问题很大的这个病毒这样子的问题。那所谓的世代 generation 呢，则是以年龄为基础，同一个世代它的生命周期里面会有一个相似的一个生活经验，还有消费行为。那不同世代就会产生很明显的差异，因而呢，以世代来划分消费者的一个文化跟价值观的方式呢，最受到媒体和行销人员的重视。那呢，同学可以透过这个表十之一呢，呈现出来哦，自1912年至今哦，不同一个时代背景的一个消费世代。那通常啊，1945年前的一个萧条世代，它经历所谓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个世代，那被归纳为所谓的银发族世代哦。那这一些比较高年龄层的消费者呢，由于社会福利制度的健全，还有过去收入的一个基础哦，已成为拥有消费能力的一些族群，那因而去形成到所谓我们现在提到的所谓银发商机。好，那世代婴儿潮前段跟后段通称为婴儿潮世代。那婴儿潮的这个父母在二次大战之后呢，重建家园，然后经历了所谓的经济成长，那对教育下一代较有信心。那接下来是所谓的 X 世代， X 世代的父母呢的母亲呢多半是所谓的职业妇女，那因而受到呢这个世代呢受到父母的规范比较少，因为父母可能都忙着怎么样，在工作职场上，那他们重视个性、品味还有流行，已经慢慢成为所谓消费社会的一个重要分子。那下面我们看到所谓的 Y 世代哦 ，Y 世代呢多半是父母计划下生育的一个子女哦，所以慢慢的这个世代他生育小孩的可能是都有计划性的，而且不会生这么多的小孩。那得到父母的关爱呢会更多。因而呢，这个世代呢，因为享受到比较多的一些资源哦，所以他们较不重视金钱和工作，反而他们重视的是所谓的欢乐的人生。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最常被提到的就是这个 Z 世代哦。那这些 Z 世代呢，可能就是各位同学哈、哦，你们这个或者是说你们的下一代呢，他们可能经历的就是所谓的数位原生世代。那这些数位原生世代呢，习惯在数位环境中活动，他们擅长快速在网络上获得资讯，而且呢，很快的就把这些讯息传播出去。那和其他的世代相比较啊，这些Z世代更热衷上网。对，好，来，各位同学，请看 VCR。3、2、1。花开，离歌高唱。六月毕业季，有数以万计的大学学子离开校园，展开下一阶段的人生探险。大一大就当完兵，然后就可以直接找实习，实习后就可以直接转正职，这样就不会说毕业就失业这样。现在已经在工作了，对。哪方面的工作？金融业。要去工作。已经找到工作，这么快？出生于1995年后的他们，是首批进入职场的 Z 时代。从小就在电视、电脑、笔电、平板和手机五种荧幕中游走，因此又被称为五荧幕世代或数位原生世代。看似在玩桌游，其实正在上班。刚从清华大学教育系毕业的高兴汉是这家新创公司里最年轻的员工，抢到工作不靠履历，竟然是靠 Facebook。我主动去觅他们，然后说有没有什么可以我可以协助帮忙参与的地方，没有想到就是我后来就变成一份子，然后现在还要负责过来开发。这就是 Z 世代初生之犊不畏虎的精神。活在网络世界， Z 世代偏好图像，重视觉效果。在公司里，星汉负责的是城市桌游的游戏推广和教学活动。我觉得比较像大学宿舍大学办营队一样吧，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 part， 你在你的 part 里面就是 leader， 但他觉得他要表达他的想法。对啊，那可能比较不会说，因为你是老板，所以我就什么都听你的。比起命令式的领导风格，充分的授权更能激励 Z 世代员工，甚至连互动的方式都很不同。我们网络上沟通就可以把大部分的问题解决掉的话，我们就网络上，对啊，这样更快速一点，对啊。10平不到的办公室，其实包含了4间公司，老板全是90后的年轻人。而这股青年创业的热潮，年龄层正快速下降。刚从实践大学服装设计系毕业的林英姿，离开大学校园不到一个月，决定当自己的老板。这次有接一个就是婚纱的 case， 租来的小套房也能是工作室，工作地点随心所欲，这其实也是 Z 世代的特质之一。过程中一边画设计图，还不时用通讯软体和客户沟通，打破服装界非要当面眼见为凭的传统。现在大家非常喜欢分享自己的生活，对，那所以就更容易去知道说哦，你是从事什么样的一个行业，或者是你有兴趣什么，所以大家都其实都在自我推荐啦，对，所以就是他们
需要我们，就是大家的互助。Z 世代喜欢分享，懂得整合资源，团结后的力量更加强大。这些 Z 世代新鲜人很快将颠覆我们对职场与工作的想象。我虽然很年轻，可是我提早了很多去准备这些东西，是别人不知道的，对啊，所以我觉得不能以年不年轻去看，对你的资历啊什么的。自身具备能力更多了，就越无怕挑战。面对 Z 世代来袭，也许旧世代的人们该先走出固守的碉堡，对年轻人多一份了解和协助，建立互信，传承经验，让 Z 世代尽情挥洒，一起开启世代故事的下个篇章。Z 世代来临，对职场正在翻转当中啊，所以呢，慢慢的我们发现这些职场的这些可能是 S 世代，或者是 Y 世代，或者是更早一点的这些婴儿潮世代哦，对于这些 Z 世代啊，可能有一些很正面的评价，但也很可能正在热烈的伤脑筋当中啊，因为呢，这些 Z 世代可能跟过去的这些世代有了更大不同的差异，他们使用网络的行为更为这个热衷。那根据网络研究机构报告啊，台湾网络的这个电脑使用者当中呢，Z 世代就占了 26.9%， 投入最高的这个网络使用时间。那我们发现呢， 95% 的 Z 世代呢，每天都在上网，而且呢，他利用行动装置上网更高达有 93%。好，所以你可以发现说，那这些数位原生世代呢，它生长在这个世代，所以相当程度它非常依赖这些世代。所以我们可以从过去啊，这个很多次的这些，例如这个讯息的传播，例如我们在这经历几次的这个什么政治选举上面，就真的就可以发现的，你要接触到这些年轻的世代，这些数位原生世代，你就必须依靠着这些他们每天会接触到的东西，你才touch 得到这些人。那社群媒体呢，是接触 Z 世代最重要的管道。以台湾呢，这些世代呢，他们目前使用以 Instagram 最受青少年喜爱。那对，那除了那通常呢，在这个我们这个什么这个也许比较长一辈的人呢、啊，我们熟悉习惯的这个 FB 上面呢，慢慢的呢，你会发现看不到年轻人哦。所以曾经呢，就有我的同事就跟我说，哎，为什么这个什么这个我现在在 FB 上面的这个学生越来越少了？我会告诉他说，因为学生都不在 FB 上面了。那为什么学生不用 FB？ 因为他们觉得在 FB 上面呢，感觉被长辈监控着哦，所以他们会到他们喜欢的 Instagram 上面，然后呢，因为 Instagram 呢让他们的操控率更好。那除了这个他们现在喜欢用的这个 IG 之外呢，还有哦，学生专属的社群平台哦，各位同学，你是不是也经常在上面呢？例如大学生经常用的 Discord。哦，那上面呢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什么大学生他们的一些讯息啊，对，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靠北的这种不同的大学的一些靠北的网站。那除了大学生的网站之外呢，还有所谓的高中职，还有五专生他们专用自己的一些校园社群论坛等。那你想要了解这些不同的社群，大学生、高中生哦，那你想要了解这个 Z 世代，你就要去投其所好，到他们喜欢的这个社群媒体上面，你才能够把正确的讯息传播给他们，你也才能够接住到他们。好，那以上呢就是跟各位同学介绍的第十讲次文化。好，相信大家对这些有趣的文化因素呢，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有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Thank you.